开局就要抢吧！大家好，我是一秀。今天这一对啊，憋不住了啊！吕蒙和关羽在一起啊，罗贯中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。但是啊，强度如何呢？投稿朋友来自3907福的龙骑伊雷娜，大脚三战斗圈的也欢投稿。这三名武将各司其职啊，貂蝉全智力吃 S 枪啊 ，MT 的位置 ，SP 吕蒙全智力纯控制啊 ，SP 关羽全武力纯输出。潜龙正是关键啊，主将属性提升，但是伤害降低啊，貂蝉无所谓。而且 SP 吕蒙和 SP 关羽都有主将加成啊，特别是关羽造成伤害提升非常好。蛮族技能带的纯治疗啊，施加修整和恢复兵力啊。SP 吕蒙带草船啊，加上自身为主将时 60% 的进化，整个队伍的解控啊做得挺好的。威谋不用说了，百搭无脑，二人虚弱。SP 关羽忠勇加疾风骤雨输出拉满啊，兵书不多说了，自己看这个队伍分工合理，而且是纯白板啊，赶紧一起看战报啊，不能报喜不报忧。交战列表啊，第一场枪兵打工兵啊，对面是神兽，哇塞，四舍五入算赢了吧，八次速将，四次草船，三次威谋，哇靠，控制拉满了啊，关羽打了12000，第二场也打平了啊，对面高红的蜈蚣啊，说实话还是稳。又是鏖战三场的啊，这第一场结局是打平，实际上啊算是赢了，七次速将，四次草船，三次威谋，关羽8000。第二场又是一对神兽啊，完胜啊，漂亮，四次水源七军打了12000啊，爆种了，关羽哇塞21000。这一对就怕暴力队啊，对面吕布打老婆了。枪兵打骑兵，对面魏齐啊，也算是完胜吧。这第二场啊，哎，终于输给神兽攻了。又是一对神兽，幽平啊，打得非常稳啊。关羽12000。紧接的是鏖战六场的，看一下啊，第一场不算，第二场哎可以算啊 ，SP 关羽20000。第三场打了妇女枪，可以算。SP 关羽21000。第四场哎，第五场打平了，哎呦，17000打29000啊，这个血赚战功啊 ，SP 关羽22000全都爆了。看啊，就是怕这种爆头队啊，但结果啊令人满意。这一对仇人枪白板有这种战绩，非常满意了。下面看号啊，这是一对僚机骑，横甲的太尉啊。哎，半价都不抽吗？哎，我来帮你，来，漂亮！好了，今天聊到这里啊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